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今天呢，种子到了啊，还有两块地，把它撒下去啊。这什么菜？这娃娃菜，我们这应该是送的啊，我没买娃娃菜。苏州青苔，苏州青，莴笋，这个香菜必须种一点啊。韭菜必须种，生菜，这冬天了是吧，这晒果火锅的好季节。香葱，每天做饭都必须的配料。来了就多种一点吧。先把这个地除一下啊，那天浇了一下水。你看种的萝卜菜啊，都长起来了啊，大蒜也行。早知道那天不要浇，搞得这个一坨一坨的泥巴。这个泥土有点板结，是不是没有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地已经处理好了啊，现在我们开始种了啊。这边就种葱吧，这上次媳妇在这里街上买的葱，那个根了，放了几刀，我们种在这一块啊。四季小葱，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种的啊。不知道能不能成活率，不知道怎么高不高啊。来了两包葱种子，种子都撒完了啊，菜地比较湿啊，上次浇了水，我们就再浇一点点水，把这个种子盖到土壤里去。黄牛的，现在都撒完了啊。这总共撒了几种种子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种种子啊，期待它的发芽力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啊。今年这个菜园要搞得好好的啊，没有杂草，全部蔬菜啊。